好本事啊，把咱少爷的魂儿都勾走了，姐妹们都学着点啊！哎呦喂，不就是学学装纯吗？哎，这狐狸精的本事啊，我们可学不来。说什么呢你们？我看你们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我呸！我们是把葡萄喂了烂嘴巴，你说谁烂嘴巴呢？我看你才烂嘴巴你！反正不用理他们，话说多了，嘴巴自然会坏的。你咱们不用管他。 少爷，偷东西呢？我哪有偷东西啊？是上师傅让我过来拿的。哎，你既然没有偷东西，你躲什么呀？不会是故意躲着我吧？这还不明显啊？ 你说你是不是女孩子？唇膏都擦到外面了，以后化完妆照照镜子，别毁坏我们冷里春的形象。哦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怎么样，海棠姐？杜维在这做什么呢？海棠，怎么回事？尚师傅，对不起啊，花露被我打洒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刚刚有人绊了我一脚，我一个没稳住，就摔倒了。顾海棠，你开玩笑呢？ 大家都在场，怎么就绊你了？我看你明明是自己心不在焉。你把心都用在勾引月轩少爷身上了吧？我没有证据，我理亏。但是我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。这个花露是在我手上打洒的，我就会负责任。尚师傅，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赔你一个一样的花露。那好。你们和海棠都是攻防的一份子，制造胭脂。 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，这需要你们相互信任、互相配合，非常的有默契。我们要对使用我们产品的顾客负责，所以，因为海棠，这个月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全部扣除。尚师傅，凭什么呀？凭你们应该互相监督、互相帮助，一个人的错就是整个攻防的错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 把这收拾了，顾海棠，你凭什么让我们大家为你背黑锅？凭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，大家都等着这笔钱养家糊口呢？现在因为你，钱都没了，都是你害人精。
这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会负责任的，我不会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受牵连，一起赔工钱，请大家相信我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海棠，帮我看看这个花样好不好看。都好看。好看就是好看，不好看就说不好看，别糊弄我，娘还没老呢。娘，您当然没老，我就是最近有点烦心事，总是心不在焉的。怎么了？娘亲没老，我的姑娘长大了，长成大姑娘了。娘，我永远都不想长大，我也希望您永远都不要变老。傻孩子，真是个傻孩子。来，坐。哪有姑娘不长大，娘亲不变老的？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雨点儿是从天上落下来的，这小苗苗是从地上长出来的，谁也拗不过。海棠，有什么事啊，别硬撑着，人跟自己的心是拗不过的。娘，我也不是故意执拗，我就是怕，怕输不起。那你要像你爹那样勇敢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顺奇呀是个好人，是个好男人。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喜欢孩子。我当时最喜欢的事情，就是边干活，边听他和你们的欢声笑语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天堂，也不过如此吧。来，乖乖，来，遇到一个爱你的男人，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福气。没有什么比遇到一个好男人共度一生更重要的了。啊，别笑话我，说起顺其就没个完。也许这就是真爱吧。你不懂，以后啊，你一定要尝尝这种甜蜜的滋味。娘，你说我能遇得到吗？当然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最近特别忙，都没有空去找你。疼。你怎么了？我有话想跟你说，你陪我出去走走呗。走吧。海棠，我最近心情特别特别特别不好，特别特别烦躁。你怎么了？我都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月轩了。本来我觉得他已经对我有好感了呀，又和我约会，又请我跳舞的，我俩明明已经走得那么近了，我都开始幻想嫁给他以后的样子。可是忽然他又不理我了，又像以前那样冷漠。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？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啊。他不会是喜欢上别的女人了吧？这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海棠，你还记得我们结下的金兰盟誓吗？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当然记得。我喜欢月轩比谁都早，比谁都深，谁抢不走我的月轩？要是有哪个女人要抢走我的月轩，
你一定要跟我同仇敌忾。嗯，你在工房总是能碰到月轩，你多帮我留意着点儿。那儿鬼心眼的女孩可不少，要是有哪个骚浪的小贱人敢勾引我们家月轩，我要他好看。为了月轩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最近有没有这样的小贱人啊？没有吧？你一定要帮我多留意啊。嗯，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我喜欢月轩比谁都早，比谁都深，谁抢不走我的月轩。要是有哪个女人要抢走我的月轩，你一定要跟我同仇敌忾。你怎么来了？找你有点事儿。进来说吧。好。哎，小心！哎呦喂！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没干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你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快回去，回屋去。哦，我懂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对了，我是因为愁上师傅烦的那笔钱的事儿，我怕你去干坏事，所以来看看你。我怎么会呢？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借钱给你。我不要你的钱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也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比你有钱，你刚到昆阳，有钱的地方很多，而且我作为老板，员工有困难的时候，我应该给予帮助。真的，我没有半点不尊重你的意思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有那么多的思想负担。你为什么会关心我？因为我是你老板啊。哦，好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不会要你的钱的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定，那我走了。这么快聊完了？你怎么又出来了？你看你那依依不舍的小眼神儿，你咋不送送他？送送我？我哪有依依不舍啊？还没有，脸都红了。哎呀，你赶紧写作业去，快去！不能让他白报，必须得让他负责。臭小子！今天海棠在工房出了点差错，尚师傅罚了工房所有工人的钱，因为海棠。那你倒是帮帮他呀。海棠不愿意给大伙添麻烦，说这些钱要自己来出。哎呀，月轩，他一个姑娘家的，要不是家境不好，怎么会来郎里春做工嘛？不行不行，你把钱给人家还了，不要让人家为难。
我还用等你告诉我呀？我跟他说了，可海棠太倔，根本就不要。他说自己犯的错误一定要自己承担。海棠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姑娘，刚强、诚实、有担当。我看她就是缺根筋，这事儿明明就不怨她，被人陷害，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在我看来，海棠她真的是够善良，很可爱，换做是谁，谁都会喜欢她的。哎，月轩，你喜不喜欢她呀？哥，人是不是有了目标，就干什么都打得起精神来？是啊，是啊。才来，英哥，这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早上太太跟少爷吵架，你看这杯子摔的。你快进去吧，要不一会儿又挨骂了。啊，好。太太，我来了。你来晚了。对不起，太太。什么味儿啊？太太，这是冰水油的味道，你不是一直都喜欢这个味道吗？我不是说这个，一股子臭汗味儿。两股味道混在一起特别难闻，鄙俗就是鄙俗，雅致就是雅致，水火不相容。这股子味合起来就是腥骚味，我怕熏到了我的佛堂。对不起，太太，是我的不好，我过来的时候太着急了。好心好意留你在这儿，你自己跑出去弄得一身阿渣。唉，贫贱出身就是贫贱出身，想扶都扶不起来。说了两句还反到我头上来了，来人！太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太太，把他拖出去。太太，太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太太，放开！娘，你干什么？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心里有气，是因为儿子，海棠做的不好，儿子带他走。不让娘见着心烦。带我来这干嘛？美吗？我有烦恼的时候就一个人来这儿，一来这儿啊，所有烦恼都没了。像你这样的富家公子，还会有烦恼呢？哼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没烦恼？也对啊，你肯定在想，我吃花酒是去东城好呢，还是去西城好呢？下雨天是穿西装好呢，还是穿马褂好呢？对吧？我是在想，我是谁，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呢？你怎么了？突然那么严肃，好不习惯啊。
你看啊，要说你们女人啊，还是喜欢坏坏的男人，对吧？好了，这美景我也陪你看过了，你的烦恼我也听你说完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跟我来。海棠，啊，我有句话想问你。你问啊。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反正不是你这样的。我怎么觉得你就是喜欢我这样的呀？你又来，自以为是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从一开始我不跟你打打闹闹斗来斗去的，从始至终我对你仔仔细细认认真真，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追求你身上，不让你觉得我这么吊儿郎当的，你会不会选择我？我就不喜欢你这种啰里啰嗦话多的人。那行，那我从现在开始既正经又老实，而且还寡言少语，那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啊？会。你做得到吗？我累了，我睡会儿。我要回家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等会儿啊！发动不起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再试试啊。完了，修车吧。好重的，那还不是因为你啊！啊，一直吵着要回去，要回去，那就得修车呀、啊。你以为我愿意修啊？你看我手上这么脏，真是娇生惯养，手脏一点就要叫，我手都要酸死了。你快点！你不娇生惯养，你修来，我给你举着。我，那还是你修吧。真是废什么话呀、啊！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谋杀呀你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手太酸了。吓死我了！接着修吧。我看你也修不好了，我走过去。哎，你往哪儿走啊？不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一片，
而且这地方根本就没人经过。这样吧，这车反正我是修不好了，咱们俩今天晚上就搭一帐篷，在这凑合一晚上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走我也得走回去。你怎么走回去啊？这离那么远，你走到明天你也走不到啊！你就是不被累死，你也被饿死。而且最重要的，我听说啊，这晚上会有狼出现，还有老虎，各种野兽都有。我还听说这个狼会吃人，你说你要是被狼给吃了怎么办啊？啊，碰到你这样细皮嫩肉，狼没有，我看色狼才有呢。不跟你玩了。哎，你自己修吧。你说谁是色狼？这哪是色狼啊？不是好不好心提醒你，你怎么不听呢？这荒无人烟的，你真是被吃有事儿找你去啊！再说了，你扔下我你就不管了啊？我说你这人怎么你这？算是一种愚笨，也相信有点可能，用尽所有力气完整，好弥补上一点的天分。谁是魔女？谁是孤？
别动，你别怕啊，你不伤害他，他就不会伤害你。你听我的，咱们俩站在这儿别动，过会儿他就走了。在这儿，我迷路了。迷路？嗯，对。这是哪儿啊？你在跟踪我吧？哼，我不是怕你一个人有危险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老这样，怎么老跟踪我？你到底什么目的啊？不是，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我怎么就跟踪你了？我这是保护你，行不行？你说刚才要不是我的话，那日柱不就吃了你了吗？你还不谢谢我，你还说我跟踪你，我怎么就……什么声音？饿了？不饿，我一点都不饿。行了，别逞强了。这样吧，带你吃好吃的去。来，你这能吃吗？跟喜欢的姑娘出来约会，我还能不把吃的准备好吗？就算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吧。尝尝。干嘛一直看着我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好了，你送我回家吧。看过星星吗？啊？启明星升起来了，无论夜空中有多少星星，它总是最亮的，最吸引人目光的那一颗。在这里，就好像可以摸到星星一样。来，咱们离星星再近一点。满天繁星，星星点点，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多，那么密。但其实，每颗星星之间的距离又是那么的遥远，就像我们俩之间一样，想要接近，却又那么难。娘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啊，娘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海棠，你是不是不好好读书，又被先生留学堂了？你别怪先生，先生也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娘，您就别担心了，赶紧睡觉吧。嗯，明天一大早你还要去昆阳呢。早点休息吧，啊！哎，
太太，您看一下，还满意吗？嗯。那，海棠先走了。海棠，我昨个心情不好，你生气了吧？没有，海棠没有生气。我就知道你呀，宽厚善良，再加上一双巧手，这样的姑娘任谁都喜欢。太太，是海棠不好，没有伺候好您，以后一定多加注意，不会再出差错了。人无完人，谁都会有点闪失，你就能保证你以后不会再出错吗？就算你再犯错，我都不会再怪你了。反正我这郎府上下，一半的人都站在你这边。娘，咱家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他们家来提亲了。提亲？谁来提亲了？这些，还有这些，都是聘礼。哎呀，娘，你怎么能随便收这东西呢？赶紧送回去啊！哎，这东西我可得收。这男方的聘礼越重啊，就说明对女方越重视。哎呀，收了聘礼，就代表我们答应了呀。我答应了，你答应了啊？娘，你连人家是谁都不知道，你就要把女儿给嫁出去啊？看得出这是个好人家。之前呢，夏荷就跟我说起过，说你跟朗少爷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我还装傻，没点透你俩。娘，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谁来提的亲？朗少爷呀，还能有谁呀？我的女儿长大了，要出嫁了，你爹要是知道了，一定开心死了。到时候啊，我要把整条街上的人都请来，都来喝你的喜酒。对了，还有那个莫什么的小姐，叫过来，都叫过来。哎，姐，我回来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这孩子上学又迟到了。哇，哇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海棠，海棠，海棠，海棠呢？我姐出去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不愧是昆阳首富啊！出手也太阔绰了吧！海棠要嫁人了。啊，是啊是啊，海棠是要嫁人了。她要嫁给谁啊？嫁朗月轩啊。对啊对啊，朗月轩。对啊，月轩要娶海棠。嗯，月轩要娶海棠。哎，姑娘，来喝喜酒啊。墨花，你这个叛徒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你怎么能抢走月轩呢？墨花，你听我说，有什么可说的？聘礼你都收下了，我真没想到你一直在利用我勾引月轩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亏我还拿你当朋友。墨花，聘礼的事情我也不知道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怎么能冷静点啊？你听我说。冷静，你为什么要缠着我？你干什么？月轩，他到底哪里好？你为什么要娶他？墨花，你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像样子吗？既然你喜欢的人是他，不是我，那你为什么当初要答应跟我约会？你又为什么要请我跳舞？为什么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绝望？这些是你误会了，咱们两个只是朋友。月轩，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够好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，我可以做的比他更好。你为什么总像个孩子一样的？你以为这个世界上你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吗？你以为你能控制别人的想法？我还告诉你，他哪儿都比你好，就比你现在在这撒泼好。小周，墨花。
上车。